過去呢幾年，其實你係用咗好多 ideas 咧，做出好多唔同嘅政治訴求，自由啦、法治啦、平等啦、民主啦，呢啲概念其實全部都係啲政治哲學概念。理性思考係不可或缺嘅，道德思考係不可或缺嘅。社會運動最後尾嘅目的，建立一個更加公平、更加公正、更加美好嘅世界啊嘛。午夜廣場哲學有解經，香港哲學家系列，我哋請咗周寶松老師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。我哋師生聚，同學聚。